今天要介绍的是惊奇立体书《开心农场》。呜、哦，第一只出现的是谁呀、啊？是谁？猪猪，猪猪狗狗，小猪，小猪，胖嘟嘟，大大耳朵，腿儿粗，张着嘴巴呼噜噜。呜、哦，他在玩泥巴浴哎。好，请翻面。哦，是谁？大母鸡。做草窝，下了鸡蛋唱起歌，等待小鸡什么钻出壳。哦，它在孵蛋。好，哦，这个立体的真不错。大白鹅真自在，尾巴翘翘，翅膀开，走路摇摇又摆摆。它是念尾巴还是尾巴？尾巴哈，它、啊、现在有改吗？有哈，好，没有没有 ，OK， 好，很好。另外一个很好玩的，嗯，呜呜呜，是谁呀、啊？是谁？河流水哗啦啦，鸭子快乐水上滑，拍拍翅膀呱呱叫。我觉得如果是呱呱呱，好像比较押韵哈。你看，哦，他吃了一只鱼、嗯。好，再来呢？没了。嗯，好。第二本是什么？第二本还可以。第二本是奇妙森林。好，请打开。哦，是大象在喷水了哟。哦，大耳朵扇一扇，小象鼻子高高扬，大象腿儿粗又壮。好，再来。猫头鹰叔叔吗？猫头鹰大眼睛，白天睡觉黄昏醒，夜晚树梢当卫兵。哦，因为他晚上会起来觅食，对不对？看那眼睛。哦，好好玩哦。对对对，真的是太好玩了。一双眼睛。好，再来。大猩猩剥香蕉，双手灵活抓得牢，森林救我智商高。哦，一直吃香蕉，真好吃啊。好，喂。这个是什么呢？小驯鹿真奇特，头上长角像树枝，冰天雪地到处走。嗯，圣诞节的好朋友。哦哦，可怕的蛇，大蟒蛇树上爬，巨大身体披鳞甲，吐出舌头真可怕。好，再来呢？没有了。哦，这两本很棒。哎，我们那时候买几本啊？好像四本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明天再来分享第二种哦。